租到好房有这么难，最怕跟这些东西当邻居。我们那一栋在早市摆摊的，在夜市摆摊的蟑螂老鼠窜了，到处窜，我要提前解约，他都没有办法。房东跟他讲说，因为这间房间呢，其中一间你不可以开。这个朋友呢，他晚上都睡不着。有一次他就是很好奇，一开发现说他长辈的骨灰坛就放里面，他叫你不要开的房间，真的你要考虑一下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